放有摧毁对手能力的打者，要特别小心。内角这个时候拉掉150，哇，克迪，哦，被赶出去了，给你给喽。这个时候抗议好球带，哇，这个时候跟主持人杨宗辉吵了起来，所以叶总也上来。这个时候给你高被赶出场啊，哇，这个时候还在不断的吵。克迪这边则是非常的 enjoy 啊，生涯新高的第9K，结束这个半局，魏崇荣的攻势。